呢個啦，Grand Park，好方便嘅。嗱，揸車咁樣，你就泊喺度就可以周圍行噶啦，就係一個大草坪啦，一個大草坪。然後咧，嗱上面隱約你見到籃球場，咁又有可以打羽毛球啊 ，band ball 咯，唔係好多人。今日就係禮拜四啊。 禮拜六就多啦，禮拜六啊，禮拜日啊，假期多啦。咁啊，啲人啊又係中意嚟踢波啦，喺度整兩個龍門啊，喺度踢波啊，嗱嗰度練下啲棒球。嗰邊有個棒球場，然後呢個咧就係有游泳池喺度，有游泳池。咁而家梗係收池啦，咁鬼凍，應該到4月都開翻啦，係嘛？ 嗰啲遮嗰度咧就係啲小朋友玩上滑梯，上滑梯啊，爬鋼架咁嗰啲，啊，好，呢度又到3月23啊，3月23啊，Spring Festival 啊，又有節目喺度，OK，有啲藍魔術表演啊，扮下呢樣扮下嗰樣啦，動物啊，OK，跟住有嘢食啦，係嘛，OK，有興趣咪過嚟睇下啦。3月23，以為，哦，淨係上晝嘅就應該。 9點至12點半晏晝 ，OK， 拖狗嘅嚇，留意啦，有呢啲 ，OK，Please clean up dog waste station，OK， 嗱呢度啊規矩多啊，唔准食煙，唔准踩單車，唔准飲酒，唔准抌垃圾，唔准聽音樂太大聲，OK， 睇呢個燈柱。 呢啲舊款㗎啦，依家冇㗎啦。咁佢咧，我哋嗰陣時都有嘅投票，保唔保留？保留就整呢啲，即係留翻呢個舊舊嘅呢一種 石柱。即係如果係投票唔保留，就係有啲鐵柱。咁我哋嗰度就係鐵柱啦。但我哋係投票保留呢啲嘅，不過輸咗 ，OK 。嗱，有啲大鐵桶擺垃圾啊，嗱，有啲凳，係啦。 大鐵桶，咁咧就嗱有啲台凳可以辟力啦。咁咧以前係有啲爐燒烤嘅，而家拆晒，咁就冇啦，冇得燒烤。OK， 但係垃圾就仍然冇問題嘅，幾大個桶呢啲，啲電油桶。OK， 好啦 ，Grand Park 係有廁所啦，一定啦。嗱嗰邊就係啲小朋友玩。OK。 小黃玩啊，上下梯啊，爬鋼架啊嗰啲係嘛？咁嗱，呢度有啲咁嘅台凳咧，咁就任你坐啦。當然，咁佢有時咧，你可以辦啲活動嘅喎。你咁就可以同佢租嘅喎，租就梗係要俾錢啦。咁我就唔知價錢，好似都1-2百蚊到咧。咁你就租咗佢，咁佢就同你鋪埋啲膠紙喺嗰啲台。 咁你自己係帶嘢嚟咯，帶嘢嚟食，咁你就同啲親朋戚友喺度聚會咁啦。OK， 嗱飲水機，哇狗仔幾乖，啊啲主人喺度打網球，狗仔自己喺度巡邏。OK， 嗱喂，嗱有水機嘅。OK， 咁你唔怕就攞嚟飲。好多人都唔敢飲。 我都係<笑> ，OK， 好嗱，嗰度游泳池喺嗰邊啦 ，OK， 藍色頂，喺呢度練波，咩啊？只狗仔，哦喺嗰度，哎呀，只狗仔幾得意，都係咁啡白嘅喎，好得意喎，喂！ 乖乖。
唉，乖。点啊？死咗人未啊？喂，食咗早餐未啊？啊？哪位有人叫你啊？少年，少年網球隊又嚟啦！男女子混合賽，哎呀，哇，犀利！哦，睇只雀仔，好唱口喎，就聽佢叫幾聲。啊，係咪有草蜢啊？嗰度喺度釘。哎呀，雀仔，黑色頭嘅呢個又係黑色頭。個肚就白白地啊！啲雀鳥專家大家開始注意啦要。哎呀！睇下松鼠，爬上定爬落啊？你啊？嗯，走咗去嗰邊。哎呀！我嚟睇先。哎。爬上啊！嗯，呢度背光，等等啊，嗰邊，哎呀，算啦，條尾喺度，嗱條尾喺度，算。哇！石果僅存燒烤爐啊，呢個，呢度冇啦，以前就好多嘅，好多個嘅，依家得翻呢個。咁嗱，咁呢度嗱有啲台凳。啊！有台凳，咁就啊，你想燒烤，餐餐夢。等我睇下下邊有冇先。啊，有下邊有，下邊仲有。嗱、啊，嗰、那個大大嘅燒烤爐喺度。啊，嗱，呢個大燒烤爐 ，OK。啊，仲有。啊，小號呢條別啦，呢條別啦。唉，以前周好多個嘅，以前有。下面就小路仔玩，冇人玩，圍咗積曬水，可能要維修你睇啦，拉咗啲黃線，你睇啦，積曬水，要維修。嗱、啊，以前嗰邊都係好有好幾個爐噶咯，一個大垃圾桶跟一個爐咁咯，即係基本上差唔多。OK， 而家冇。依家我暫時就係依個細路仔同埋嗰個大路 OK 嗱，游泳池啊，咁啊收咗池噶啦，收咗池。咁依啲係細池嚟嘅，唔係標準池嚟噶啊。咁你係勁嘢咁咪狂遊，來回來回一千次咯。啊，依個係咁啊。OK。下面就棒球場啦，棒球場。然後就嗱，網球場，有兩個健將喺度打緊啦。OK， 嗱呢啲古樹咧，嗱啲古樹咯，哇！你睇下。盤根錯節咁樣係嘛？你睇，好特好怪嘅啲形狀已經生得幾十年啦，甚至過百年都唔出奇嘅啲樹啦。唉，四個人到啦，要攬曬呢棵樹。嗱，隔離都有一棵一樣，係嘛？呢啲唔知咩樹。唔識，好，哦，呢度都有個爐，有個 area。Okay.